我跟你说，农村也好，或者到部队也好，啊。我本事不大，追我的还很多，是吗？啊啊，还行。因为我的业余爱好也不错。啊！你还会打排球？啊，你咋都那么会呢？六个人的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对，你还是主力呢。也还是分子军。嗯。完了，还上啊！你会跳踢踏舞。啊，我什么舞都，我的爱好还很多。对呀。嗯，用脚，用你的脚去跳舞，那个踢踏我是这舞样说的，啊。是你咋说的？20年前你还跳给我看过呢。是吗？嗯。你对生活很满足，现在你很满意现在的生活。对。哎，好好活嘛。好好活，争取120，争取120。哎，无所谓，我们到外面去散步好不好？我有点担心的这，你这个地还热呢。我们现在到外面去散步走一走。现在呀，啊，那外头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好，空气很一般。刚下过雨，空气很好。嗯，不去也行。那保姆总说哎，拉着我去外头去，因为我吧，在这个院里，你看胰岛素看病总院，我不是还有很多关照吗？对呀，等人的心嘴里不说心里，你看你看你，也不一定要人家高兴，是吧？我住的房子，你去看看我们的外头那个树。别人家的住的不像样子了，我那该留下的留下了，对，完了你们还，你是不是感觉也还幸福？幸福，没错，你是不是感觉幸福？我感觉你们幸福，但是我感觉你们二楼不好，盖的又不讲好，这个，那可不。我感觉你一楼很好，你现在很幸福，你感觉你幸福哎吗？不，我说你这个房子，我说你现在幸不幸福？你幸不幸福？对对对，幸福，幸福。但也有不幸福的地方。赵天天把我的窗户砸了，小铁不懂，给我按着那样的窗户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对呀，对呀，再改也没必要。对呀，对，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知足常乐哎，知足常怎么乐，挑点毛病那还是知足常乐，啊？知足常乐，对，对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忘了，在哈尔滨的时候我都忘了。小姐不是念书吗？小姐她爸爸，你别看他这个月里讲话，他是北京味儿的。对，他本人是在哪？北京味儿啊！啊？你刚才不是说北京味儿吗？北京人吗？啊，你听到过吗？听到过啊。啊，你们俩结婚，他还在是吧？他不在了，但是有生日的那录像，我听过他的声音。哦，对，北京味儿是。我觉着我们军里那个政委帮了我最大的忙。是，我跟别人结婚了，是，麻烦。是，对，对，就是我这个老头啊，你看到他弹琴吗？看过啊，他也有业余爱好，是，对，彼此高兴就行。对。带他去散散步，要不要？他一拿这个，我就想起来了。啊，厨房能不能想办法改进改进？啊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回来他在吗？在呀。
是吗？啊，你那厨房改了，他也知道吧？他知道啊。对，是，好事变成坏事。是。啊。说啥？我说他们把我们的厨房弄得不好了。你那个包子跟那小饼还没吃。讲话也累了，让他喝点东西。我不穿外套。